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办公室的座位学问很大，但也很简单。往往你忽略了办公座位的上下。除了上，不要有错手压在主人办公座位的头上，别人的错手或是自己的错手压在头上，会高血压，降不下来。坐在楼下错手的上方，胃肠会不好。这是很灵验又明显的，但是人往往会忽略了，要装潢设计的时候，设计师一定要尽职尽责，去了解楼上楼下，他们的厕所方位。甚至楼上楼下的灶台，我们的办公座位，头顶上也不能有别人的灶台，或是自己的灶台，会高血压，降不下来，头皮痒，脑昏昏的，说不出所以然来。楼下坐在灶台上痔疮心浮气躁肠子里面会生怪病这个现象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尤其我们的座位，主人办公座位，头上有梁，横着梁不行，直着梁压在头顶上，不得超声，这个是人家要注意的，尤其我们钉天花板。你要注意，要把梁把它隔掉，你来做办公座位才会坐得稳。所以，主人办公桌或座位不可压梁，压梁注意脑中风，压梁高血压。压梁头昏脑胀你没有感觉日积月累就会反映出来尤其我们过去乡下大家都很辛苦开个小工厂搭个办公室上面就很多横的木或者直的木没有钉天花板你座位排在那里压梁日积月累霉运会来霉运会到无中生有的事情从天而降不可不注意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帮人看房子办公室的座位头顶上有没有压梁很重要